到时在讲啥？我讲我爱你，我只想要踮在你边啊，陪伴你，报答你。若是袂当报答，我就常常在看你啊，我就心满意足啊，让我陪你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袂孤单。不管你是谁，我袂离开你。我袂离开你。到时咱的小笼包就会当伫边啊看，爸爸是安怎拍拼的。哦，爸爸伫生意上诶，咩咩咩咔咔，到时恁两个爸仔囝就会当联手拍拼，变成真正诶豪门。奇怪，咁讲真正是我看唔到哩，啊那无那拢无找伊咯。我真正唔知影恁走来遮是要创啥啦，我著一个人好啊，伫遮泡汤啊。无啦，你看唔到啊啦！出来！刘谦呐，是你哦、喔！刘谦呐，你要伫咧眠床卡创啥？原来恁两个。无啦，代志唔是你想安尼啦。哎呀，你真正是我的缪斯女神呢。只要会当甲你斗三工哦，我的辛苦就无算啥。那呢，我先来抽时间咯，等提案结束了后，我再甲你联络哈。你，站起来。啊，你拢唔免给我一寡奖励哦。嗯，我要进进。好啦好啦。要整理资料呢，时间剩无偌济啊，我先来走啊。嗯。哎呦，我足久无看到你安尼，搁我互我五分钟安那。我这边公路上大，你袂当甲我拒绝咯。我爱你这五分钟，只属于我一个人的。妈妈还蛮敢惊，你今日给伊拢这多机会，嘛一直替伊找借口，伊竟然去做出这款代志。我即摆确实，恁是我唔对，我把上多的心思拢放伫工作上。注意到一路的变化，即摆已经证明，顶边提案就是先阿甲咱的想法甲伊拢讲的，是我疏忽，我嘛有责任，所以即边咱绝对袂当输。即摆不管我做啥物。我可能拢无法度挽回我的感情甲我的家庭，啊，不过我袂当甲万里嘛袂参落。哎呦，戆囡仔，这不是你的不对，
你是还到即马到遐尼怪你家己，你敢知影你妈妈足唔甘的？这位就是柯群的查某囝，晴天啊！囡仔，伊就是柯群留予我的宝贝啦。晴天，阿妈甲你讲，这两位是……我知阿妈、阿伯、阿母，恁好。对对对，我就是你阿伯啦。是讲，你还阁是红孩仔的时阵，我都已经离开啊，你哪会认得我？我看新闻啊，敢是恁阿伯替选的新闻啊？实在是感觉足歹势啦，竟然让你看到我选去失败的新闻。老公，你的学霸子女，你是打算讲让伊伫北京学校发光发热，还是你学校啊？当然嘛是我的学校啊，安尼我嘛较方便甲照顾。妈，啊，你讲好不？我是无什么意见啦，晴天伊若愿意，伊答应就好啊。晴天，晴天啊！阿伯，什么大事？晴天啊，你嘛知阿伯要去伯顿高中做校长啊，那呢，我敢会当甲你挖角过来？伯顿。是啊，伯顿高中的排名拢是前几名，你若是转过来，恁阿伯嘛当先煞照顾你。啊，不过伯顿的学费足贵的呢。这你免烦恼，阿伯负责，你只要伫伯顿乖乖读书，安尼就好。无咯，无咯，无咯。冬俊啊，迄学费遐贵，奈我哩付啦。妈，你着我尽一份心力好不好？对客群。我这做哥哥的，那么尽着照顾伊的责任嘛。今麦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栽培伊的查某囝，我相信客群在天之灵一定会答应的。好啦，我就安尼啦。是讲今天啊，你爱乖起来哦吼，你若转去阿伯因咧好读书。你爱更加认真，更加打拼，啊，唔通无乖，互恁阿爸歹做人，有听无哈？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要足认真读书的，袂互恁失望的。